我首先介紹一個產品，這個產品不是我騙你，不是我騙你，如果大家是家庭主婦就知道是什麼事。因為我在個冰格度拿出來，所以大家就看得不太清楚。這個是什麼？沒錯，這個是牙間刺。有多少呢？一根24寸。 OK， 回來解凍，回來解凍，然後將它逐條逐條撕開，因為一條條吃的，一吃牙，我們不是那些cheap嘢，是好像吃，怎麼說啊，吃粉絲那樣啊。 OK， 然後你自己煲個雞湯又好，什麼火腿啊，怎樣淋到最後15分鐘了，這樣將這次這次你撕了一條條，找些水沖一沖它，乾淨一點放下去，然後縮小個火，熄小個火，慢慢滾它，這樣就是一煲刺啦。這個我告訴你，我將會做這個產品，但是限量，是端午節前，而且是投行價。這些咁嘅牙簡，你出賣一斤多少錢？你自己要發，你識唔識發，識唔識洗 ？OK， 我投行價788蚊。OK， 我告訴你，家庭主婦你一定要買，回去煲完你自己的雞湯。如果你話唔識煲個雞湯，我哋都有賣嘅。咁你煲完自己的雞湯，擺落去俾啲細路食。你諗下，你隨時喺街賣1000幾百蚊錢，買埋嗰啲刺水啊咁啲嘢。啲細路飲飲啖都中意飲嘅，是但啦。唔係喎，佢飲咦媽咪點解啲刺咁撚正嘅？哇！你就將個功勞落當我自己係啊！我自己學咗法師啊，點樣？屌你咁樣7嚿幾水！我話俾你聽啦，點解我話呢一個叫做呢個叫投降價？你去買啊，未發嘅都過1000蚊啊！喂，同我擺翻落個籃袋度，擺落個雪櫃度。OK， 好啦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哋食完鮑魚啦，各位，真係我後嚟好，我真係叫俾個機會大家嗱，好。好啦，醋我今日唔特別講，因為已經恐怕咧6月尾咧啲醋都唔夠訂，我啲醋已經係成為神醋。嗰、那個想撩我哋支醋嗰條友，我諗佢而家越恨，即係越恨越傷心啊！屌你老母，點解我有錢都買唔到貨？冇辦法，因為我代理嚟噶嘛，因為人哋信我。OK， 我同大家講，今日有個網友同我講，佢無啦啦翻到嚟，一上到嚟俾你哥揭你件衫，全身俾我睇曬。哇、哦！我做乜撚嘢？全身都嗰啲。印啊！佢話原來咧，佢今年38歲，佢成身濕疹，拗到流曬血。瞓覺嘅時候啊，幾時開始啊？係咪由細大？唔係2年，使咗8皮嘢睇醫生。我聽唔清楚係1萬、1、3、4、6、7、8定100萬睇醫生。自從食咗個靈芝包子之後咧，真係好神奇。佢唔係第一個，亦都唔係最後一個。好啦，全部結曬招，唔痕，而家瞓到覺。我告訴你，賺錢就當然了，但每當見到網友，不是個個下，但是很多網友是得到這些這樣的效果的時候，我真的最開心，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有做了功德。OK， 屌你老母，做了功德我們上天堂，不同那些人落地獄的。好了，然後昨天我在跟網友聊開偈，望一望下，我看我的腳，現在大家都看不到，一行你看，是不是有些紅，有些印，這裡，少少。那我沒理他的，其實早幾年很多的。然後咧，啲網友話呢啲係糖尿病嘅初頭象徵嚟嘅，有人咁講。屌，我而家好撚少咧，我自己知噶嘛，冇咗成3/4/3啊！而家等於係純正嘅白腳咁滯。點解啊？我諗諗，我究竟做過咩咧？喺呢個月靈芝包子唔止，仲有醋，我雙管齊下。屌你老母！我琴日將我哋鋪完出嚟，我哋嗰、那個醋啊，嗰個用價10幾，而家去到幾？講真，有人問俾你。國安法之後，點解你仲喺度做節目？你唔驚咩？我驚咩啊？我愛國愛黨愛香港。第二，我有功德，我幫人啊！喂，屌你！我啤你萬寶三寶唔係流，其實要講寶，樣樣都係寶，淨係我哋知噴噴啊！喂，冇疫苗，即係冇疫苗唔緊要，有噴噴就搞掂啦。鮑魚咧，係嘛？所以你哋立定決心，我同大家講，聽日星期六點樣上嚟咧？好多網友成日話好難揾，好難揾，唔好搞到咁煩，唔好搞到自己咁撚惆悵。太子站出口落車，去 C 出口度出嚟，去到 C 出口嘅時候咧，終於你會有條分叉路嘅，一個就 C 一，一個就 C 二。你向住 C 二行出嚟，行出嚟望望一片，你唔好周圍望，繼續直行，你就見到間容記小炒王。然後喺容記小炒王度行入嗰條街，嗰條叫做新田店街，就係我哋本店嘅街。去到新輝商業中心7樓就係小弟嘅就係閉店啦。好撚簡單 ，OK。上嚟買嘢，聽日有咩買？
除了醋之外，乜嘢都買。你哋要買嘅係靈芝包子。如果你未食過，快啲食。如果你食過，就嚟冇貨，快啲買，因為我又就嚟冇貨啦，輪緊住嗰啲冇貨。OK， 佢話唔係，我又食過，我再大把貨，咁你梗係唔使買靈芝包子啦。咁你戇鳩，咪嚟同你集貨咩？同我係咪？好啦，你要買五頭鮑魚，就頭先我食嗰只啦。好啦，八爪魚你上次有冇食過？你好似食過未啊？我有八爪魚，聽日嗱貓嗱，對唔住啦，竹籠卷就冇曬啦。啊！我嚟咗一百盒，全部訂曬。但係八爪魚真係要食新鮮嘅八爪魚。喂，八爪魚有咩好食啊？我哋食高級刺身，從來唔食八爪魚嘅，因為你食嘅唔係高級刺身啊嘛。你食嘅好撚 cheap 啊嘛。你以為自己高級啫嘛？你以為貴就係高級咩？香港貴因為租貴，人工貴，係因為你戇鳩。我唔賣貴啲，你唔撚食。佢哋好撚 cheap 嗰啲刺身。喂，我呢個係日本北海道嘅石爪。哇！嗰種質地一食落去，呜！屌你老母閪！好啦，八爪魚你可以買388蚊，牡丹蝦啦，我上個禮拜嚟過啦。嗱，今日有個牡丹蝦專家，佢話成日喺出邊買嘅，佢話都係買啲靚嘅，同我買一 pack， 我話翻去食完之後回報俾我。究竟係你食開嗰只靚定我呢只靚？俄羅斯深海一撈上嚟-60°，得凍佢只蝦仲喺度嘅時候就凍撚咗，然後你解凍就食，那個蝦頭冇得頂。好啦。芝士蛋糕翻齊貨啦，原味各樣嘢，咁大家聽日可以上嚟消費啦。咁啊，至於咧報咗名我們，我哋聽日我哋嗰個 BNO Visa 講座兼夾英國樓盤推介兼夾投資移民投資世界各地，因為我哋啲同事啊、啲移民公司嘅嗰啲顧問都會上曬嚟嘅。咁啊喺呢一度舉行嘅就會 free 好多，仲有吉他班啦，係嘛？我喺我哋臨完節目之前。我好唔撚強，我唔講嘢，我真係唔講嘢今次，唔係訂醋啊，最緊要，我恐怕你再唔上嚟買嘢，最重要嘅就係、是、恐怕我哋能夠繼續相聚嘅機會，亦都越嚟越少，冇辦法啦，因為離愁別緒就喺呢個21世紀、22世紀香港不斷發生噶啦，好啊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